我希望实习期间可以学习到东西。职场是要你来发挥所学，不是请你来学习的地方。有后门能走啊，也算是一种实力哦。你如果觉得丢脸啊，那你就想办法把脸给找回来啊。又来了？还有其他的事情吗？拿回去重写。丢脸了，我干脆死一死算了。我希望你是气自己，也许不够格当个律师。你就这么讨厌我？我不讨厌你，但是我讨厌那个什么都能够让你唾手可得的背景。我 ，Of course， 你们哪一个乱讲话的啊？自首无罪啊！让我揪出来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对啊，让我知道你们谁乱讲话，你们就死定了。莫名其妙。你是想怎么样，陈大律师？举报他，拿我的律师证跟前途去换你的公平正义，是这样子吗？上个月22号下午，你人在哪？做了些什么？来呀！我说我没杀人，你信吗？法律解决不了陈顺芳，
我他妈解决那个垃圾有什么不对啊？我没有第四个妈妈。为什么你一脸没事的样子？结果呢？结果呢？因为我们的祖母害他被逼去跳楼，他自己选择跳楼的。当事人选择放弃自己，谁能救他？你想为你自己遭遇到的委屈讨回公道，不该选择这个方式。这个世界对不起你，不代表你要对不起你自己，对不起家人。他走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现在就在惩罚无辜的人，不要因为法院判决跟你讲的不一样，你就认为法官有问题，法院是黑的。这就是法律，这就是现代刑事审判的规则。我相信这个制度，而且我一定会尽全力守护这个制度。不要把正义想得太美好，不是每个正义值得被伸张。Dia itu binatang. Dia seharusnya masuk neraka. 我的当事人是受害人，不是被告啊。经验法则，大律师，你不会不知道，很多的性侵案其实是性交易谈不拢价码，或是害怕被男友发现劈腿，所以诬告性侵，更有很多是情侣吵架。就有你这种态度，受害人才会选择沉默，性侵案的黑数才会居高不下。这一切都是用自己的实力去争取来的，啊，加油，我对你有信心。你的手表为什么会出现在他坠楼的现场？你跟王一安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拿下来吧，假的再怎么大也不会变成真的。谢谢你哦，你要加油，未来的大律师。我要是先上去住了，有空我会低头看看你。我方认为本案应遵照民生社区辐射案之判决，以易学因果关系理论做因果关系的判断。你要事实？走开！你跑就好了，三百多跑了。检方立场被动，何来利诱的说法？我记得你当初反对我要留永生合署。我只是提醒你一下嘛，万一那个女人真的是爸在外面跟人家生的话，那我要的东西没有人拿得着。律师的意气之争不能凌驾在当事人的利益之上。做好你该为当事人做的事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我会说是因为我不想赢。
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一定可以挺过去，因为你是我最厉害的指导，方律。当初我梦之夜难以发现，明天见。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别说你感动了，我看到都感动了。他们呢，就好像当年入行的我们一样，满腔的热血，哪里管什么利益不利益的，就是相信正义。将来法庭上见，拭目以待。可丽，我保证不会吵，不会闹。而且你肚子饿，我可以帮你买吃的；口渴，我会帮你买喝的；你累了，我帮你开车，是你出门在外必备凉拌。可以啊。谢谢柯律。欢迎。向上也行吗？嗨。你干嘛？我在伪装啊，电影不是这样演，打听消息。陈柏云，要。